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我是声音低沉且性感的帅无恙，又来记稿了啊！旁边全是人啊，有枪吗？有枪吗？哦，这有把喷子，不矫情了，先整上再说。你们没有吧，弟弟们？倒一个，你还想跑？压枪爆头。这一队估计都绝望了。俗话说穷寇莫追，但是在我这儿行不通。我秉着我的一贯风格，那就是穿别人的鞋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，追他。这怎么还撅着一个？先补死再说。前面集装箱还是两个，就在这站补。哎，就这么嚣张，一看他们就没有枪。像纪港恩港的这种地方，落地有枪就是爸爸，那要是没枪连孙子都不如啊。我这把喷子也就是前期嘚瑟一样，敌人捡到枪我可就废了，赶紧去搜一下。我差不多了，人在哪儿？就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干的，干的！我现在极度膨胀，感觉能打十个。我听到枪声了，前面大仓，上！哦、看到了，哎呦，谁干的啊？差点把我给崩死！哎呀，一枪没打，一个人头没捞着，丢了半块血。早知道不来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那个空投拿下，每把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舔空投。哎，有人，前面有个人进右边高楼了。哦哟，他挺快啊，到楼顶了啊。这还一个，哦，干过他，来来来来来，扶我一下，再露一下试试啊，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了。又来一辆车，要停围墙，我看一眼。快跑！快跑！往这边拉一下。就他自己了，左边。走了，走走走走，去干三层楼的。我先舔个空投再说。呀，有啥？换上。上，干的。我先给他来颗雷。我扔雷了啊！你们小心点，我这雷没谱。你这个雷扔的是送你大哥死的雷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扔雷没谱啊！你们上，你们上，我在下面架着，别让他跳下来了。没事啊，走了走了，进圈了，决赛了，还有九个人就掐机了。这里是圈中心啊，咱们上坡上架会啊。就这吧，观察一下啊。哦，来了。看到车了，110，来一辆小红车，停在前面坡上了，干他们！一枪，屁股后面没人了吧？应该，把车先给他们修了。哦，你还伸头，倒一个，修他车，修他车。哦，这还一个，呀，空气墙吧，再来一枪，这都没倒，不敢漏了吧？走走走，换个位置。这不好打，前面这个斜坡这里就不错，这怎么好打？哎，这边还跑过来一个，先不用管他，没有任何威胁，就他自己成不了邪火，先把这边的干了。封烟呢？要下来了，他们不是安全区。哎，这队人烟都封好了，怎么还不下来？这小子要跑，跑得了吗，老弟？就剩山上的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S 干上面那个，好，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先把他们给补了。嗯，空投后面有枪声，空投后面，空投后面，确定在空投后面，走走走走，开枪莽他，走走走，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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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吗？拍拍拍拍拍，我拿着拿着锅了，你直接怼在空投上，下来就拍。干他！哎呀，你还埋雷，我让你埋雷，花里胡哨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